Bing News 每天给你最有趣的新闻时事报道。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今日在脸书上晒出中国华北地区沙尘暴的画面，引起大众关注。画面显示，沙尘暴正在笼罩华北地区。郑明典指出，强风卷起大量沙尘，造成大片区域空气品质指标破表，数值直接报到999。他在脸书上表示，画面一片血红，让人感到真是可怕。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，昨日至今晨，新疆南部、内蒙古、甘肃中东部零下，陕西北部、山西中北部、河北北部、北京、吉林西部等地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，内蒙古中东部、河北西北部、北京等地出现沙尘暴，局地 PM10 超过2000微颗立方公尺，迎来今年最强的沙尘天气。不过，台湾目前也面临高温及焚风危机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2到24度，白天高温恐到30度以上。台南、高雄、花莲及台东局部地区则有几率发生36度以上高温，而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。虽然天气回温晴朗，但仍需注意防范高温及空污对健康的影响。郑明典也提醒，华北地区沙尘暴已经影响空气品质，建议大家减少户外活动，尤其对老年人、小孩及身体不适者要更加注意。他也呼吁国际间应共同合作，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及环境污染的问题。感谢收看 Bing News，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